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10日，诗篇34篇50安尼讲：仰望伊的人，面有光彩，心快乐。因永远袂至到见笑失望。三个来祈祷，予阮有光彩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尊贵阁充满荣光的上帝，你是用怜悯甲慈爱听义人甲困苦人祈祷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目睭看顾义人，你的耳孔听困苦人的祈祷。主啊，你听我求救的声，你就救我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主啊，在困苦的日，我仰望你的面；在艰难的时，我求救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在你有满足的喜乐，还有永远的快乐。主啊，仰望你的人，面就光彩，心就快乐。因为我要因为仰望你的荣光，就永远袂至到见笑失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在咱每一天，咱若仰望伊的面，就咱要得到对伊来的光彩，甲心内的快乐。伊也永远袂至到予咱见笑失望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